我是叶希雾。记者说，只要一场梦，一滴泪，一缕丝，灭魂珠便可化成九枚神钉，去邪骨，解因果。而现在我已经拥有了前两样，只差一缕丝。为了这缕丝，我百般讨好谭台静，我们的关系愈发亲近，似乎有岌岌可危。在我步步为营地靠近他时，殊不知已落入了他设好的圈套里。我想救回萧凌，却被谭台静看破。他设局控制我，让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刺伤萧凌，背叛圣国，只为能够长久留在他的身边。我会等着你。我们和前世今生一样互相折磨，比如我恨他至极，为了完成任务必须要嫁给他，比如他明明心中疑惑却依旧答应了。神明在上，谭台静此生只求与叶希雾一生一世相守白头。现在我们相视无言，痛心入骨，因为刚刚我的任务失败了。我嫁给他是为了将灭魂钉刺入他的身体，正当最后三根钉刺入之时，竟然被谭台静凶狠的护心灵挡住，功亏一篑。只愿用此生换永久，虚情也足够，真心难风流，爱相信你给的感动，烟火黑暗却容易消瘦，只是这次换谁灯火，谁不敢放手，谁不敢强。我想我来到这个500年前的世界，唯一的机会被我搞砸了，苍生不得救，爱人伤一程，我一心求死，但谭台静没有杀我，只是把我关了起来，反而是叶冰裳沉不住气，趁机对我动手，幸好有叶青羽及时赶到。昏迷中的我见了纪泽，他点醒我可以用自己的神髓换谭台静的魔骨。醒来之后，我利用青石之玉加速修炼，变得又聋又瞎。这一切都被谭台静看在眼里，却无动于衷。但我不知道的是，他为了救我，用自己的心头血换取了阴阳镯，与我共享阳寿。谭台静率兵大战谭台明朗，谭台明朗绑住我和叶冰裳，威胁谭台静。谭台静自然有他的选择，但我已练就仙髓，引来了雷劫，是时候将一切坦白了。谭台静的前世今生所作所为，还有我的真实身份黎苏苏。如今四周三界都已经成了你们妖魔的世界，今日本尊会杀绝仙门，叫这三界四周从此再无一根仙骨。雷劫已到，无路可逃。我爱他，但我更希望他恨我。只有恨我，他才能好好活下去。谭台静将我置于冰棺里，并陪伴在我的身边，流光易逝，沧海桑田。我在街边听说书先生讲谭台静的故事，得知他已过完一生，我便请愿修炼无情道。但我知道，我们之间的羁绊远远没有结束。